为了协助本地企业更好地回馈社会，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推出企业宗旨框架和蓝图，提供相关的指引和建议，重新地设计业务模式，并以行善为宗旨，加强社会契约。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今早在乐善公司高峰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新推出的企业宗旨框架和蓝图标志着企业致力于行善的承诺，并将会引导企业加强对社会的影响。 Corporates will need more fundamental changes to business models and activities to help to move that needle and to not just shift it transiently but to really move it into the next level permanently。为鼓励更多的机构行善，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也将会根据新的框架和蓝图，重新的调整乐善公司的策略。